我们准备开始了。最近半年，几乎每天晚上，王健都要一个人到船上巡查。躺下也睡不着了，总想着这个船上的事儿。有时候一想他们正在安装什么了，正在弄什么了，觉得就不放心。就有时候就起来，就到船上来去看看，怕出事儿，因为一出就是大事。这是一艘特殊的船，名为天鲲号，全长140米，宽27.8米，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研发的新一代疏浚造岛利器，也是亚洲最大的自航式绞吸挖泥船。挖泥船是一种特殊作业船舶，主要用于江河湖海的疏浚和人工岛屿的吹填。天鲲号前端这个巨型绞吸头是这艘巨无霸的重要武器，可以将河道或者海底的泥沙岩石绞碎，船体内功率巨大的泥泵吸取这些泥沙混合物，以每小时6000立方米的速度输送到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之外，实现航道通畅。与此同时，利用这些挖出来的泥沙和岩石铺成陆地，快速造岛，所以天鲲号又被称为疏浚造岛神器。每小时6000立方的泥沙混合物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一米深的坑，每小时可以填满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一直以来，中国都有着巨大的疏浚需求，广袤国土，江河湖海众多，为了保证航道畅通，必须定时清理河道。以长江为例，这条中国的母亲河含沙量高居世界第四，每年都会有6000万方的回淤泥沙沉淀江底。如果把这些回淤泥沙按照15厘米的厚度做成1米长、1米宽的泥砖，足以铺设一条从地球到月球的通道。回淤泥沙严重影响往来船只的航行，只有依靠大型疏浚船舶不停地挖掘，才能让长江下游保持12.5米的水深，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同时，长江清理出的天亮泥沙造出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仅中国，很多国家也对疏浚造岛有着巨大的需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呢，有海域的这个国家啊，你比方说新加坡，它国土很小，它的国土现在增长了，据说增长了大概有1/3，真是靠吹填吹出来的。那么咱们国家这些年吹天造地也很多啊，甚至造岛。巨大需求促使着装备制造业的升级。2011年，我国决定研发亚洲最大、各项技术世界领先的挖泥船天鲲号，抢占产业制高点，将大国重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它的意义就跟航母一样啊，航母为什么造？现在不打仗，造它干什么？等打仗才造来得及嘛，造一个船7-8年嘛。曾主持过20几艘挖泥船的建造工作的王健，主动请缨参与天鲲号的建造。是我主动请缨来的，我有病，我血压高，但是我觉得我来才能把这个船造好，我真的就这样想法。我跟康总说，我说还是我去吧。我带帮弟兄想方设法的，还是要给他造出来，给他造好。
时年57岁的王健承诺，3年内将天鲲号建造出来。认识我的人一多半认为你这事儿成不了，好多人都替我担心。我有个副局长，他曾经给我打赌，他说你这个船18年你要交了，我都输给你2000块钱。众人的迟疑很大程度是因为此前中国的大型挖泥船大多依靠进口，自己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没有议价能力。同样，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不通过自力更生，就不可能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此，天鲲号的研发被提上了日程，但自主研发往往意味着要投入巨额研发费用，结果还充满不确定性。做成了大家皆大欢喜，做不成呢，那我们就罪人了，那你这个船就废掉了，几个亿的资产那不就是打水漂了吗？谁敢做这么做？他说，王健，咱们造一条这样的船行不行？我没打弯，我说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咱们一定能造出一条这样的船。2015年12月11日，天鲲号开工。一直以来习惯用写诗缓解压力的王健，在领命建造天鲲号的那天特地写了一首诗：风萧水寒起征程，面对强敌心沉重，此去磨难知多少，踏破楼兰成叶公。我就想起荆轲来了，风萧萧兮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我想到了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没想到困难这么大啊。为了在3年内完成挑战，这是 MD-11S 王健请来了两位一起工作近几十年的老搭档，一起领命攻关。63岁的冯长华负责船体制造部分的设计建造，58岁的费友工负责船体控制系统的设计建造。在开工之前他就到了退休年龄，我说你是退休还是继续干？他说我继续给你干。在从事这么多年的这个工，造了也不少船，但是总是有很多的不足和遗憾，总想能有机会造出一条更好的船。我跟王总包括冯总，我们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事先也没有征求我意见，就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三个年龄加起来接近200岁的男人，从天津南下南通，此后3年他们背井离乡，开始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天鲲号要想在3年内如期交付，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建造尤为关键。以前呢，传统的那种叫整体造船法，就是一块一块钢板往上落，那个都已经很落后了。现在基本都是采用分段造船法，包括咱们的航母驱逐舰，它就像积木啊，一块一块的拼在一起，就是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积木。它就是已经做好了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然后蹲在一起，连在一起。现在造船平台上排列的，正是未来要拼装成天鲲号的钢构件。天鲲号由97个大钢构件拼接而成，这些钢构件由数百吨的特种钢板焊接而成。这里是造船厂焊接车间，放着上万块的钢板，数百名焊工在这里日夜工作，将钢板分别焊接成天鲲号的各个分段。天鲲号未来将去往远海作业，最高风浪达到14级，钢板的强度至关重要。船体关键部分都选用了高强度钢板，厚度超过60毫米，远远超过普通钢板的厚度。如此厚度的钢板焊接难度极大，很容易出现表面成型平整，焊缝内部却仍有夹渣、裂纹、未融合等情况。
在远洋作业中，任何一块钢板焊接不达标，一旦遇到大风浪，都可能船毁人亡。为了保持高强度钢板之间焊接质量的稳定，焊工们每次要将钢板加热到120摄氏度才能开始焊接，同时需要在焊缝上放入像沙子一样的焊剂，帮助焊缝更好地融合。很多焊缝分布在狭小船体部件内部，焊工们必须爬进这些狭小空间完成焊接。夏季炎热烈日，地面温度达到40多度，船体分段内部温度更是高达50摄氏度，而焊工一进去就需要在里面工作整整一天时间。为了给船体分段内部通风、输氧、降温，这些如蜘蛛腿一般的塑料管道是鼓风管，它们从不同角度伸向船体内部。天鲲号由无数钢板拼接而成，焊缝连接起来约40万米，每条焊缝都需达到标准，才能保证这艘巨轮未来在14级风浪中的安全。如何才能判断每条焊缝都达标呢？中国建设者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也会迷茫，但从没有停止每一次勇敢的探寻。我们准备开始了。在这些平凡的脚步背后，是足迹所至的伟大。敬请关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建设者》。天鲲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研发的疏浚造岛利器，也是亚洲最大的自航式绞吸挖泥船。现在建设者们正在焊接天鲲号的一个个钢构件。作为天鲲号的第一负责人，王健常常到工地检查焊接的质量。电焊工们已经习惯了王健的严苛要求。正常的他都要过来现场都要视察的呀，要看看我们的工艺啊，
然后焊接质量呀、啊，能不能达到要求啊？特别严格呀、啊，你焊的不行的话，不直接不就被刷下来吗？后面的工程你参加不了了。天宫号是个挖岩石的船，挖岩石的时候船的震动非常的大。我们以前的经验就是曾经连续挖岩石，焊缝很坚固，但是母材都会裂掉，所以我们这个船要对焊缝特别的重视，不能出任何的问题，因为它一旦有了裂缝啊，要船体的结构它会进水啊，进了水又会沉掉啊。我经常做梦梦到沉船，就是我待的船沉了，哎呀吓得够呛，一身冷汗，好一醒了以后，哎呀确信这是梦啊。多年从事海上工程，王健养成了谨小慎微的工作习惯，凡事都有双保险，对焊缝的检测仅凭肉眼看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钢板焊缝内部的全焊透、全融合，还需要通过 X 光对所有关键部位进行拍片检查。X 光拍照跟医院检查身体是一样的，它能检测到你的问题。现在，王健要用 X 光来给焊缝做体检，检测焊缝内部是否全部融合。这是加扎，加扎当时是这个焊接空间。果然，问题出现了，有的钢板焊缝里出现了加扎，这意味着焊接不达标。焊接作业的空间比较小点，它可能天气比较炎热，也不是太好操作。这个说法我就。不爱听，你一说你总是替这工人说话，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可能是要反击的。你这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怎么去教育他？咱也不说非得要把他怎么样啊？你这他说是因为天热的原因，当时我就火了。我这怎么能跟天热有关系呢？你要是这样理由要成立的话，那夏天就不能造船了。所以说，还是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没有严格的按照操作的程序办。所以我们每到焊缝都是要拍片的，要检查的，我们每到焊缝都要看的。8月1日，历时234天建造，天鲲号开始组装。焊接好的钢构件将被吊进船坞进行组装焊接。第一个分部件被高达70米的龙门吊吊起，运往船坞。天鲲号由97个大型钢构件组成，这些形状各异的钢铁构件正在被组装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疏浚造岛利器。经历了近600个日夜的奋战，天鲲号终于全部拼接完成，造岛神器已经初具雏形。我们经过20个月05天的分段制造和拼装，马上它就要出坞下水了。大家一到旁边那个码头，
进行航行设备和挖泥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调试完了以后我们要出海去试航。今天天鲲号正式下水，600多个日夜的奋战终于迎来了天鲲号驶出船坞的时刻。对于建造者们来说，无异于看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即将跨出人生的关键一步。老婆，你这第二个儿子马上要生了啊。冯总，这个皱纹出那么多。但是他白头发比咱俩少了。是吧，咱俩白头发。好，谢谢你们老哥俩啊。啊，这就叫捧场啊。巨型挖泥船即将被拖向码头，船坞的闸门被巨大的龙门吊吊起，海水流入船坞，船体浮起。在3艘拖轮的牵引下，天鲲号缓缓离开船坞，驶向码头。未来它将在这里完成大型部件的安装。中国建设者稍后继续为您讲述。未来天鲲号将去往远海作业，最高风浪达到14级。天鲲号在疏浚造岛施工时必须保证船体固定不动，船体上一主一辅两根钢桩交替插进海底，它们如同挖泥船的两条腿，牢牢站定在大海上，可谓是挖泥船的定海神针。有了定海神针，是否就万无一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旦在这个遇到风浪、台风，造成钢桩的断裂，它不但使船舶不能正常的工作了，断裂的钢桩甚至有可能会划破船体，造成更大的损失。几年前，冯长华参与建造一艘挖泥船，突然遇到13级台风，船身剧烈颠簸，定位钢桩突然折断。巨响之后，船马上就是倾斜摇摆，桌子上的茶杯茶碗啊瞬间的就被抛到地上，就是你听到船上到处就是东西摔碎的那种声音。船过来再加上涌浪上下颠簸，很有可能船就坐在这钢桩上，导致船壳就破损，然后船体进水，船毁人亡。当时一得到这个消息啊，脑子一片空白，这么多的船员，而且这么大的船的这个财产，倾注了多少人在这里付出来的心血，那种心情啊是真是相当的焦急难受的。这艘船差点消失在台风之中，所幸的是船员们最终还是自救成功，死里逃生。这次事故成为冯长华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隐痛。50多吨怎么给它弄上来呀、啊、咱的吊车才32吨呢、啊、咱们可考虑啊用这个绞车的。这艘挖泥船的遇险给建造者们敲响了警钟，对变幻莫测的大海要有更多的敬畏。所以天鲲号建造之初，工程师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提高天鲲号在远海复杂海况作业时的适应能力。在反复研究后，他们决定除了钢桩系统再添加一套三缆定位系统，两套系统形成有益互补，确保天鲲号未来在汪洋大海中作业时的安全性。三缆定位系统是在船上配置3台大型绞车，利用一套装置将3台绞车缆绳在船底一个固定位置导出，3条缆绳互相夹角120度，通过海底3颗定位锚固定，利用3缆绞车收放缆实现船的移动和定位。只有加一套3缆系统才能够
大风浪情况下的这个延长有效的作用时间，增加这条船的适应性。同时，为了加大天鲲号定位钢桩的抗风浪能力，工程师们这次将钢桩设计得更粗壮，单根重量达到184吨，相当于1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这也是一个挖泥船钢桩的极限重量，但自重越大，操作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此沉重的定海神针是如何安装到天鲲号上的呢？这需要一台巨型吊装船。这个巨无霸的出动，一天的租金高达80万。但吊装船刚驶入码头，海上就下起了暴雨。钢桩重量巨大，雨天安装风险比较高，谁也不敢冒险。工程施工必须考虑到成本，王健希望尽快将钢桩安装到位，但天公不作美，连着两天海上风雨不断，越下越大，一天一宿了，看天气预报好像明天还不行，着急。雨连续下了两天，吊装船原地待命，两天160万的租金都打了水漂。王健一刻也坐不住，不时到码头上查看情形。这真是个事儿啊，能收钱好了连夜做是吧，就不要再等着非得白天了。连续两天的大雨终于停了，王健决定立刻开工。震耳的警报声响彻海上，吊装船驶向船坞，去准备吊起钢桩。第一根钢桩被吊起，钢桩长55米，直径2.2米，每一个步骤都需小心翼翼。吊装船吊起巨型钢桩，驶向2公里外的天鲲号。从来没有人安装过这么重的钢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最担心的是突然起大风啊，真的提心吊胆，就怕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吊船吊的是钢桩，我吊的是心。经过3个小时，钢桩才被吊到天鲲号船体上方。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接下来，184吨的钢桩要精准地插进天鲲号的钢桩台车里。速度太快了吧！速度太快了吧！两个钢桩台车像两只铁腕，紧紧地钳住钢桩。最担心的是这个液压管又爆掉，液压管一爆掉，这个钢桩就又失控了，一失控了以后，这个钢桩会整体又倒下来砸到船上，后果非常严重。此时天空又飘起了雨，气象预报明天天会还会不好，所以今天要冒着雨要赶紧把它要搬弄好。海上天气变化极快，台风暴雨说来就来，大家要赶在暴雨前尽快把钢桩安放到位。前面的固定力，然后再缓装，再往下放，然后下步再开始做其他的。很滑的，一定要带好安全带什么的啊。下雨天呢，钢桩本身容易打滑，人操作上也比较危险，因为都是高空作业，精神上是很紧张的，怕有什么意外的发生，所以我们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吧，把安全带一定要系好。家不眠不休，整整工作了18个小时，第一根钢桩安装完毕。
王健他们不敢休息，马上开始另一根辅桩的吊装。历时36个小时，两根钢桩顺利安装完毕。整个过程，所有参与的建设者们没人合眼，更没有一个人离开现场。作为亚洲最大的挖泥船，天鲲号的建造已经持续了3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舵。这俩是咱们唯一过来。奋斗了近1000个日日夜夜，我一不动了。造船成本即将迎来最后的检阅。刚刚位的时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天鲲号即将驶向远海，开始系统测试。3年努力，成败在此一举。中国建设者，稍后继续为您讲述。角刀头的安装，是天鲲号出海试航前的最后一块拼图。角刀头重达22吨，未来海底的泥沙岩石需要靠它才能完全搅碎，它是绞吸式挖泥船至关重要的部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个通宵忙碌后，角刀头安装好了。最后，大家给天鲲号绞刀头装上重型挖岩绞刀齿。至此，天鲲号在码头上的所有调试圆满完成。明天，天鲲号即将启程，去往远海试航。船员们已经住到船上，开始提前适应船上的生活。甲板向上2到5层是船员们的宿舍。天鲲号的内部共设计了45个单间，船员们每天收工就住在这里。船舱内还配置了健身房，用于缓解长时间远洋作业船员们的精神压力。船舱底部和甲板之间的这些圆盘装置是主动空气减震装置，它能隔绝低频震动，保证设备安全运转，又能减少设备震动给船员生活造成的影响。一开始的时候，你像我们在防震港下面挖岩的时候，那遇到一阵间响，真的是震的走路根本就抖。然后咱们加这个减震系统之后呢，只要你想休息的话，保证你能够得到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现在好多了，现在就跟坐高铁一样，一点感觉没有了。夜深人静，王健并没有回到驻地。这是王健在20多年造船生涯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到一艘船的关键节点，他都会半夜一个人对着静卧码头的大船鞠躬。说心里话，还是没底。这种没底不想让别人知道，只能压在心里。月落乌啼，渔火江风。王健相信，任何一条船都是有灵性的，只有十足虔诚才能有完美制造。同时，他也期冀着明天的试航能一切顺利。3年努力，一朝成鲲。又多20，又多20。今天是天鲲号出海的日子。1000多名建设者，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这艘代表中国最高制造水平的挖泥船，将迎来终极大考。
王健和他的工程师团队以及船上的40位船员将一起出海。未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将驶入远海，系统测试天鲲号的所有性能。按海洋工程的惯例，这个海上巨无霸原地旋转一圈，向所有建造者致意。天鲲号呢，顺利的诞生了，我的孙子或者孙女儿也即将诞生。对于我来讲，这是两条新的生命，在未来的日子呢，我将全身心的关注他们，呵护他们。这么多年呢，就造了这么多条船，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其实有深厚的感情。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会随叫随到。参与主持天鲲号的设计研发和建造，是我人生当中干过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最自豪的一件事。它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浓重的一笔，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天鲲号踏上了去往远海试航的征程，不远的将来，它将去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疏浚造岛。